OK，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声音给关起来。我们先去我们的那个 CEO 的办公大楼。这个如果先办 CEO 会不会有差？我不知道。行动是行会动指挥车，行动指挥车该不会是指那个很大的那个货柜车那个吧？对，应该目前来说应该是都会买 ，OK， 都会买。使用笔记型电脑，哇塞！我们一开始进来就看到这个 Worldstock 这个超大的啊，若要购买及存放作战中心，请前往哦，要先买碉堡。哇塞 ，APC 这是什么？这是水陆两用吗？沙丘 FAV， 我靠，这好帅！伴侣战，哎、欸，天哪，这次的东西真是帅爆！防空拖车，哇塞！哎，管理员辛苦了，管理员辛苦了。那种喜欢骂脏话的，都不要跟他客气，就给他先禁止几秒，留言几秒。但如果一直在讲不听，在那边耍屁的话，就直接给他封锁。那种不用太客气 ，OK？ 就是要这样子来发泄。好，碉堡去哪里买？这个吧，红色这是什么东西啊？红色这是哦，红色这个好像是。红色这个是摩托邦吧，因为这边有个红色的，我已经对这个是摩托邦，我已经有一个在这里。防空拖车超赞，真的吗？等一下有人进来，哎、欸，有人进来、欸，好吧，我们继续买。我们要买在哪边比较好啊？依照 GTA 的定义，我觉得离市中心越近的，通常都是越贵吧，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应该是离最近的，哎、欸，果然没错，你看237万5千，那个高速公路过来直接就可以到，通常都是最贵的。这里是太偏僻了吧？我们要考虑几件事情，有没有比较就是方便性？这里其实也蛮近的，我是可以接受。就是高速公路这里直接过来，或是这边也是直接高速公路过来。我们要买哪边比较好？如果是你们，你们会买哪边呢、啊？便宜要买海边的，真的吗？哎、欸，有一个在军事基地旁边呢、欸。军事基地旁边好像也不太安全。市中心常被弄也是啦。哦，观众，那个这个战局里面有观众说他买在沙漠机场旁边。沙漠机场旁边有很多个、欸，你是指哪一个、啊？沙漠机场旁边光是。沙漠机场旁边就有四个，还是你是指监狱这里？我觉得我的第一首选应该是，这个海岸边的高速公路这个。哎、欸，监狱旁边。好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我觉得我在买监狱旁边好了。监狱旁边，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的位置。这样啊，算了算了，我买这个好了，我买这个。碉堡风格，这个一定要加钱，对不对？碉堡风格二跟三好像二比较好看嘞、欸，二比较好看。等一下，三个连在一起的那个什么意思？等一下。哦，可是我想要买这个，啊，我先看一下它的风格。我觉得第二个比较好看、欸、蓝色的。好，我们选第二个好不好？应该内装不会有差到哪里去吧？好，我们选最贵的，我们选最贵。个人空间打勾。靶场，靶场可以干嘛？不再为寻找食物。没有，没有吃到。我们才刚开始在买地堡而已。新的机车很好玩。看预告片，那个是有那个翅膀，可以飞啊。好，我们靶场也弄一下，大约到几点不知道哎、欸。白色、黑色，靶场都是黑色嘛，我们白色好了，这样枪弹孔打上去才看得到。有地下室，这个地堡应该就是地下室啦。武器库，哎、欸，武器库好像就跟 CEO 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武器库差不多哎、欸。好，我们武器库来试试看好了。等一下，
OK， 我们武器库试一试。它有滑翔翼，摩托车有滑翔翼，运输工具好，这个一定要。代表那个地堡一定很大，对不对？好，我们用高尔夫球车二好了，我比较喜欢这一台。这样总共多少？334万5千，这样就花了334万5千，是在全选的状态下全买，我们就给它花下去。OK， 购买确认中，设定导航点。好，走走走，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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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蛮好奇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你购买之后才会出来啊？哎，有人进来了，有其他人进来了。可以。我们先降落在这边。如果你没有改的话，哦，可以邀别人进来。哦，这是对，这是多人，这是多人。哇塞，这个超帅的，真的是 Rockstar 的人，真的是太有创意了 ，OP。哎，独自进入这，哦，这只能先独自进入吗？好吧，我们先看看可不可以。哎呦 ，Hey， you must be well, I know who you are. 我们看一下剧情。And anyway, I'm me, and you're you, and that's that. 会，这个记录都会上传，这个记录都会上传。We're selling this silly old place. 哇，这钥匙是怎样？Inappropriate. Of course it wasn't. Just routine business that needs a bunker. You know how it is, don't you? Anyway, we're just moving to somewhere else, equally routine. You know, hey, hurry the fuck up! We have to leave. 那个等一下，我先看完这个，我再邀你进来，好不好？我先看完介绍再邀你进来。If I were you, I'd make it a nice boutique hotel or some such. It'd be great. 只能在货柜车里改是枪吗？枪才能在货柜车里面改。Record decks.Hog roast, it's perfect. Excuse me. 对对对，这些记录都会传。Hello. Yes, yes, we're almost done. No, no, we've destroyed everything, more or less.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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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Do it, but don't do it. What are you, a fucking fortune cookie? I will call you back. 这个人其实有些今天我的那个很好笑。How would you like to make some money? Good money, you know. There's no money. 这高尔夫球车怎么跟我们买的有点不太一样啊 ？In this work, hey, stop destroying things. Some of you are staying. Let's go for a little ride, shall we? It's really lovely to meet you. 这高尔夫球车好笑。As you can see, we got ample room for parking. Here's a space for a mobile operations center. If you want to buy one on Warstock.Got it. 哦，所以要放这边的空间就是放那个。We're on a strict schedule. 哦，我们的靶场。And this is your shooting range. 这也就是靶场嘛。For target practice, team bonding. I can't hear myself think. Hey, leave the range up when you're done. They're keeping the. 我们等一下玩一下靶场好不好 ？You get the point. 如果你们会卡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各个地区的网路问题哦。因为我这边看我自己的直播，其实很顺，真的。你们那边可能调一下画质，调低一点。各地区的网络画质，网络速度可能有多少都有差了。Should have just reversed. Not gonna miss these corridors. 这细节做得很好哎，他这样子倒车什么的，会直接做出来给我们看，他不会跳过。Here we are, the heart of the place, research and manufacturing.对啊，你看有些人都不会卡，会卡的话自己调一下画质哦。可能是你们那边那个区的网路比较，收讯比较不好之类的。Cook up new exciting ways of terminating people, or just get them to copy existing designs. Then you sell your weaponry to state-sanctioned actors on the global stage, make a tidy profit, and do the country proud. I got medals for this, I promise you. Come look at this.哇，好多军火！这个名叫军火走私，你看看。You run a good operation, you fill the whole place up. Enough arms to affect regime change in 2/3 of the world's democracies. 这部是我们 GTA 5之前到现在更新首次的直播，真的很感谢各位的观看，好不好？因为之前都是拍片啊，没有时间直播，也没有那个场地。现在是比较可以直播了，所以这次是我们首次 GTA 更新直播。
It's been wonderful. 哦，他讲完了。Remember,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You never saw me. I don't know you, and anything you think I said, I didn't say, and you were delusional. Remember that. I'll be in touch. 好，我把外面的观众邀进来，他在外面应该等很久了。太帅了，对啊，你看这地方超帅。哎、欸，你们自己可以各自开一辆哦。哎、欸，来来来来来，这个好好玩哦。这也是停，刚才说是停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拖车那个，对不对？没有，哎、欸，现在来的话应该算一点点迟到吧。这里可以过吗？对啊，哎呦，高尔夫车队，哎、欸，这好难过，该死的，高尔夫车队，往哪里走啊？哎、欸，这会迷路哎、欸，这真的会迷路哎、欸。Hello Hello， 哎、欸，真的会迷路，这是去哪里啊？等下等下等下，我要先搞清楚这里是哪。哎、欸，我们现在靶场玩一下，靶场。哦，帅爆了！使用靶场。对对对，我们现在靶场，这真的会迷路，真的。战斗，我们用卡宾步枪。哦，这可以玩欸。哦，这是有分数的。哎、欸，哦，对哦，要打头，打头。我们刚才是打身体。那个有时候在开车或是在弄任务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比较不能看各位的留言，所以就是见谅一下，好不好？哦，有时间限制哎。好，几分？第一集哎，通过，通过，呵呵，超爽的。哎，这样有经验哦，这个有经验。好，你说武器可以客制化，但要研究才能完全解锁。研究是什么意思啊？好，我们继续，我们继续。研究完全解锁。嘿，高尔夫球车队，高尔夫球车队。我们现在往这边，刚才那是哪里？我们不知道。等一下，我们货车就买了，我们货车等下就会买。我们先一探究竟，好不好？哦，这里真的帅爆了。另外两个在哪里去了？迷路了，迷路了。哦，要公开战局才可以客制化，真的假的？好吧，太大了啦，这个真的要迷路了，真的要迷路了。多少钱哦？刚才买完是330几万，全买哦，330几万。天哪、啊，这边我就要用开那个高尔夫球车，对吧、啊？一定也有人全买，不可能只有我全买了，有钱人多的是。我这边真的要走到迷路了。我先逛一下好不好？哇塞，这里是哪里？哎、欸，这边就是刚才开始的地方嘛。那我大概知道了。APC 护航，等一下，等一下。应该这样就没了吧？我们先要去哪里？哪里有电脑可以买那个作战中心呢、啊？哎、欸，这个不能，这个电脑不能弄吗？等一下。我直接用手机买好了，没有，哎、欸，有吃到了，我们直接用手机买。你看现在开放作战中心可以买，车头改成魅影改装款比较好看的，我真的觉得魅影比较好看，好像总统专用防空洞，总统专用防空洞蛮像的。我们用魅影改装款，我比较喜欢这个卡车头。就跟那个美卡一样，有没有科博文那种卡车头？隔间的话，这是指挥，当然用指挥中心啊。谁会去放起居室啊？起居室自己去那个 CEO 就好了嘛。隔间二的话要放什么？当然是放武器工坊。哎、欸，这是一个双倍尺寸的隔间，如果你使用此项目，将会失去隔间三。所以是什么意思？确定看看，哦，所以两个地方都是武器
跟载具，那我们就直接用武器工坊就好了、啊。然后第三个隔间再来放个人载具嘛，对不对？然后内装，哇！你就放起居室，真的假的？为什么你要放起居室啊？你起居室去办公室里面睡觉就好了、啊。我才不要全部起居室嘞！粉丝团可以在这个影片的下方的资讯栏有都有全部都有资讯 ，OK？ 灰色、黑色、白色，我们用白色好了，白色感觉比较帅。椅子的话用绿色比较那种军事的那种感觉。这样总共花了210万，一辆作战车，作战指挥中心的车就是210万。好，购买。啊，去哪里开啊？购买完成，感谢你于军火大亨购买你的新的机动作战中心，可以送达你的地堡。哦，所以直接送到地堡。我们去看一下。所以地堡直接送到这里来吗？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哦，我的高尔夫球车怎么不见了？LJT here. You heard the express. 哦，找到了。不要抢我的高尔夫球车啊！哦，所以要等他送来哦。直接叫怎么叫啊？Sorry， 被人撞到。等一下，我先。你说直接叫是要叫技工吗？还是帕格萨斯啊？我打错了。先出去再进来，真的吗？等一下，我先打看看。Hello, Pegasus Lifestyle Management. How can I help you? Call again. Goodbye. 哦，好吧，走。我们先去那个门口，应该是这里的。迷路了，真的要迷路了。按 M， 然后呢？哦，使用机动作战中心上提供的设施是什么意思？请求做哦，要先去地堡外面啦，我们先出去好了。他要在里面好像不能用。我们先出去。哦，这个超帅。哦，在后面啊，难怪不能叫，帅爆了！这个我们进去，与邻近组织成员一起进入。哦，这个你们可以直接自己进来哦。使用触控萤幕电脑查看和开始探员实施的任务正门。哎呦！帅爆了！前往武器工坊，以购买一系列武器，必升级为 MK2 款，什么意思啊？等一下，这些门都是可以……哦，这是离开拖车哦！不要！等一下，我需要研究一下。嗨，这里吗 ？Well, welcome to the candy store. 哦，升级，这可以升级。Satisfied with something off the shelf. We got that in common. I hate shelves. Bad thing, shelf. 手枪 MK2. You wanna cook up something a little special for these special times? I'm your man. 哇塞！你看这个，帅呆了！这个比原本的枪好看多了。天啊，多谢阿星，天才，子弹全买。然后弹夹，扩充弹夹，异光弹是什么东西呀？这次更新比较麻烦的是，很多东西都要解锁哦。对，你刚讲，我这边就看到要解锁的东西，在地堡房地产进行研究即可解锁并购买此物品。好吧，那我们就先用异光弹。Looking to do some damage, huh? 要去研究，花时间研究可以直接花钱。OK， 我大概知道了。OK， 感谢你们的提醒。固定瞄准镜这个也要研究，天哪！你们全都升级完了，超贵，真的吗？我看手电筒可以直接用Beautiful. 直接换钱啊？哦，直接花钱哦。那枪口是，我不想要用消音器，消音器很丑。数码迷彩还有笔刷迷彩是什么东西？哦，森林迷彩这种东西比较帅。
骷髅头，哎、欸，下面全都锁住、欸，我们先用这个林地迷彩好了。然后涂装颜色，色调是，哇塞，我们用黑色啊，黑色比较好看。我才不要还原。哦，这个不是 MP5 吗？这个也可以升级哦。子弹很少，真的吗？这不能改车，好，没关系，我们先升级看看。哎、欸，好丑哦！旧的比较好看，旧的比较有那种 AP5 的 feel。好、啊，算了算了，旧的真的比较有那种 MP5 的 feel，、欸、真的，我是说真的。好吧，算了，没关系。弹夹的话用异光弹，我真的很好奇异光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聊天室挡住了，那我调一下好不好？OK， 聊天室挡住了，这样应该就没有了吧？手电筒 ，Ready for anything。然后瞄准镜，我们用这个中型瞄准镜，好像全向式的都是锁住的，要去解。我们先用中型的好不好？枪口，这些都是，哎呦，哎，这好帅哦！我看一下用哪一个。斜口型，只是都要解锁都很烦。对啦，没关系，我们到时候再去解锁好不好？这个是哪一种枪口比较好啊？我现在浏览全部浏览一遍枪口，各位觉得哪一种比较好看？分叉型、倾斜型、耐用型，还是精准宽尾战术扁型？哪一种比较好看啊？各位觉得呢？我是觉得这个倾斜型枪口真的很好看，比较好看。哈哈，这个超喷钱。真的吗？有人觉得分叉比较好看吗？这种空雷，斜口型分叉，哎、欸，好多人都用分叉，有人选消音器。精准是这种哎、欸。变形，这边有变形的、欸。哦，这是你是说扁形吧？哎、欸，扁形好像也不错。分叉是这种哦，斜口是这个，然后耐用、精准、宽尾、战术还有扁形，我是觉得扁形跟倾斜比较好看。啊，我用倾斜好不好？我刚才只是问各位喜欢哪一种而已。好，我用倾斜好不好？我只是想要知道各位都喜欢哪一种。好，枪管，哎呦，枪管又锁住，你看这个要解锁，我们下次再用。涂装的话，我们用数码迷彩好不好？军事迷看到会超兴奋，像哦，看到这个东西很兴奋，然后一直大叫哈，对不对？我知道那个什么意思。我们用这个用白色的好不好？还是绿？哎、欸，绿色比较有那种军事的感觉。火箭炮可不可以改？我不知道哎、欸。我们用这种经典绿比较有军事感，然后我们再用突击步枪。哦 ，AK 有得改 ，AK 有得改，好贵哦，98000多，光是升级把枪要90000多。子弹也是用全满，这边可能要改一段时间，所以另外两位可能要稍等一下。方慧名字在那个 Facebook 粉丝团有 po 文 ，OK。那个，如果有观众问的话，那个管理员麻烦一下说，在 Facebook 粉丝团有那个帮会名称，谢谢。握把要改掉吗？握把当然是装上去了。手电筒，瞄准镜。好，你们先去忙你们自己的东西，我这边可能要改一段时间，你们可能要等一下。大型瞄准镜。全像是有什么差别？我真的不知道这种吗？好，枪口的哦，这个又有枪口。你要把地堡改到这里？不用吧？你这样会浪费钱呢，这样花好几百万呢。那个分叉型斜口，哎、欸，这个也是斜口，耐用型跟我们用扁型的好不好？这个感觉用扁型的很搭哎，帅爆了！枪管。涂装
我们用林地的，这种就要配林地才有那个 feel 啊。OK， 应该是没了。然后接下来换改我们的卡宾步枪。哇，卡宾步枪要10万，哈哈。好吧，哎、欸，改成这样更帅。哦，这个好帅哦。哦，它可以覆盖，所以这边买的比较便宜。哦，好吧，那如果你真的要改到这边来的话，就可以改。也是这样，用异光弹，我们全部都用异光弹。哇，还有燃烧弹、穿甲弹呢，果真真的是走私军火。握把，手电筒。我有游艇吗？有啊，有啊，有游艇啊。瞄准镜也是用大型瞄准镜。枪口的话，我们这次用别的，好不好？我们这次用耐用型这种有洞的，看等下异光弹打出来会怎么效果。哎、欸，等下等下，还没改完，还没改完。枪管这个要解锁。涂装的话，我们用数码迷彩。然后涂装颜色的话，我们就用绿色。绿色在哪里？哎、欸，不是有那个哦，显台绿这个好了。色调，色调是什么？哇塞，这个好恶心哦，这好恶心哦。有 H 有啊 ，H 一弹不是就有燃烧弹，但是要研那个要研究才可以解锁、啊。我们用个恶心一点颜色，我们用黄色这种，超狂。好，剩两把改了，剩两把要改了。哇，真的是这超多要改。然后弹要全满，弹夹弹夹我们看一下。哎、欸，这个弹，哎、欸，异光弹的弹夹比较小、欸，哎，有没有差别啊？对啊 ，H 1就是高爆弹啊，刚才有。啊，对啊，不一样，燃烧弹，我以为是那个，哎、欸，不过应该是差不多吧。你要买另外一架才能改火箭、摩托车或新出的载具。哦，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去改那个摩托车是吗？我把它撞一下。瞄准镜也是用大型瞄准镜。然后枪口的话，这个我们用，我们那种超大型枪口，这种大枪都变成大枪口。枪管要改，涂装的话，我们用林地涂装。然后 OK， 剩重型狙击枪，快点快点快点改一改，我们等下去试枪，我们等下去试枪。弹夹弹夹，我们用扩充，哎，这个没有异光弹，对。哇！他其他的瞄准镜都要研发哎、欸，好吧，方形，哎呦哦，哪一种比较好看啊？方形跟菱形？改加特林，我还没改，我们等一下再去买车好不好？我们先改这个好了，方形超大，枪管这个一样要研究，涂装的话我们用林地，好，有了有了有了。稍安勿躁，我们出去一下，出去一下，离开拖车。你们该不会还在外面吧？欸，这离开拖车也太久了吧？哦，改了之后可以改回来啊。欸，我们来开这台拖车开出去看看，这是什么啊？它可以修车是不是？进入地堡载具工坊。客制化车头，喂！哎、欸，我们来改车，我们来改车，这个好爽哦！这次更新真是帅爆了，阿星真的是超棒。枪管不用，我是不太喜欢消音枪管诶、欸。护具这种一定要护具啊，对不对？刹车的话，用那种强一点的刹车，引擎用改到最大。喇叭的话，我就不改了。车灯的话，我们用。亮一点的，然后车牌的话一样改成自己的车牌，喷漆主色调应该是这，铬合金好丑哦，我们用雾面好不好？雾面的黑色比较有那种神秘的感，哎、欸、我们用那个绿色好了，就比较那种军事的感觉。我们要先找一下那个绿色，美式货车模拟，哈哈，我们这是美国卡车模拟是不是？还是欧洲卡车模拟啊？我们用这个橄榄核好不好？比较那种军事的感觉。哎、欸，森林绿好像比较适合、欸。
对，森林绿。That's my kind of brutal. 好，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要改？悬吊系统应该就不需要改了吧？变速箱、涡轮，这个用了涡轮吗？没必要吧？车轮也可以改哦。对啊，应该就是防弹轮胎嘛。你们先稍等一下，我正在改车。好，我们来客制化我们的拖车一下。涂装，这个没有涂装可以改吗？车牌也是一样，改成自己的车牌。然后喷漆的话，喷漆也是用雾面好了。雾面的，我们刚才是用森林绿嘛，对不对？ Looking good. 这不能插国旗啊，这就不是欧洲卡车模拟。你们想象力太好了吧？然后还有什么副色调是什么东西？哦，副色调是那个，副色调我觉得用铬合金的比较好哦。我们用铬合金的。That's you said. 还有什么武器？哇塞！前方，这个要解锁好吧，我们就只能先用这个。OK， 我们可以开车出去，我们可以开车出去了。这有没有像那种军事拖车、军用拖车啊？有，你来晚了，而且来的还蛮晚的。Hello， 哇，你们都已经在外面了吗？来来来，你看这个超 OP， 这台是什么？这还不是 GTA 里面的那台？这台不是 GTS 里面那台吗？他们居然把它搬到 GTA 5来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哦，还有新摩托车要买，对不对？我们先把作战中心停到那个什么，超帅！玩命关头的 feel 有吗？玩命关头，我觉得这个比较像那个《终极警探 4.0》里面不是有一台作战中心的那个卡车嘛？比较像那个。快走走走！我们先把作战中心停在一个地方，当做我们的秘密基地。这个超宽的，这个驾驶技术还很好这个一不小心真的会把旁边的车撞飞你看，旁边的车被撞飞了，买一下。APC 我们批发价是什么？我们直接立即购买啦，没有再差那个价钱。货柜比车头宽的啊。机动作战中心，我们把全部的载具放到机动作战中心，好不好？然后再来是什么？沙丘 FAV， 我们也是要立刻购买，放到作战中心。等一下，它只能放一台哦。等一下，它只地下碉堡只能放一台那个新的载具吗？啊！只能放一辆，好可惜哦。我剩下的地，我剩下的车子要不知道放哪里。这个不是帕格萨斯在管的吗？哇呀，剩下的要放哪里啊？怎么办？我想一下，批发价格要在中心里面有任务解锁才能买，那可能我要晚一点再去解锁。好吧，我觉得我们附近再买一间车库，可是我的车库已经全满了我这边车库已经太多了。我哪里的车库还是空的啊？我想一下，威索广场26号公寓好像还蛮空的。我们先放那里好了。哦，伴侣战车帅爆了，全部一样都丢到26号公寓。我们先丢那里，我放在办公室2楼，可是我办公室全满一台一台慢慢改，这样要改很久暴君这个也是这样，这可以放好卖物会所吗？这不行，这是全满。对啊，我也是几乎就全放满了，我的车库上限已经达到最满，所以我不能再买车库了。
希望不要满哦。如果满的话，可能就要再找地方防空拖车。这个要怎么样叫啊？防空拖车要怎么样叫出来啊？它不是帕格萨斯管的吧？重型装备，这个哎，靠，这个要解锁，好吧，算了。哎，买完了。哇塞，这个根本就是二战的那个嘛，二战的那种军用卡车，防空车嘛。哇靠，这个好屌哦！快点塞到我的，塞到我的机枪上面来试几发，太狂了，太狂了。没关系，没关系，开枪一定会被通缉，没差。把那个摩托车骑士打死，快点！哈 ，GTA 5战争雷霆，对，这个真的有点像战争雷霆的防空车啊。我们去那个什么，我们去我的公寓，哎，快点，打警察，打警察！我要去公寓看其他车辆。哦。太屌了，这太屌了，太屌了！这可以改吗？真的吗？这可以改车吗？我们等下试试看可不可以改，好不好？这台应该不能改车吧？还是可以客制化？哎、欸，这会飙血。这个防弹没有说防护的很好。哦，而且这个打得很痛哎、欸！你看那个警察的那个什么，警察的那个防弹车被打下就爆掉了，超级的。哦，超凶，这个超凶。哦，所以这个要开到你的作战中心里面才可以改的。我们先去看其他车辆好不好？我们先去看其他车辆，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开到作战中心里面来改车。好，我等一下在机动车里面改，我知道了。谢谢谢谢。我们先去那个车库看其他车辆。哎、欸、哎、欸，好了好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我打电话给莱斯特。哎、欸，等下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Hello Hello， 停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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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打给莱斯特，不要开枪了。哇，他没有听到，算了算了。对对对，联邦会战局可以直接进来哦。我刚刚讲一下，对对，我刚刚讲警火，我要打给莱斯特，不然等下麻烦了，我打给莱斯特一下。How can I be of service? Oh hey, you're in trouble. Okay, I'll deal with it. 啊，我好像走错车库了。我们先用这个帕坦好不好？哎、欸，这帕坦好帅啊 ！GTA 要钱 ，GTA 要正版绝对是要钱的。超难倒车。哎、欸、，Hello。哎、欸，这个机枪是。只能驾驶控制哦，这机枪不能副驾驶控制吗？等一下，我要先
我要先请求作战中心来一下。来来来，我们作战中心到了，我们作战中心来了。哇塞，这要怎么进去啊？直接开到后面吗？按确定。哦，直接这样进来哦。对对对，这是帮会战局。如果各位想要进来一起的话，也可以进来。OK。啊，这要怎么样改啊？等一下，这怎么改啊？如果你在作战中心里面有人开车的话，你会不会你会不会被影响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先雇佣副手那个帮会，那个帮会的话应该就可以进来了。不能改，我们先离开，我们先离开一下。哎哎哎！真的有人把我的车开走了，等一下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啊！我的作战中心被开走了 ，stop stop， 等一下，我要开我的作战中心，哎哎哎哎，哈哈，哦，我老天，我的作战中心不见了，我的作战中心被抢了，哎，借大家车一下好不好？哎呀，借我玩一下，借我玩一下！哇塞，超帅，超帅！这要怎么喷射？哦哦哦！哦哦塞！哇塞！哎，我们把这台车放到那个作战中心后面，然后我们直接把车子开到那个。我们直接把车子开到我们的碉堡那里。OK， 出去了，出去了，出去了。Get ready, mix it up. 哎，为什么我会被通缉？我老天啊！来来来来来，我要去那个碉堡。哈哈，哈哈啊！你要开哦，没关系啊，我开就好，我开就好。你们看要不要去拖车上面？那个有通气的，把它解除好不好？副手已经满了，所以不能再那个当副手了。我们再回到作战中心看看。哦，天哪，那个警察超烦的。啊，这也太屌了吧！这个我觉得更新成这样，到后面的线上，我觉得应该会看到一堆这种卡车在路上跑。我们先去碉堡那边，我们先去碉堡那边。
差超短。那个，对对对，如果要知道班会名称的话，粉丝团有那个班会名称的贴文。快到了，快到了！这是多人，这是多人，当然是只有多人才有这种更新，单人不可能会更新的。哦，整台车开进去耶，你看这台整台超大卡车整个开进去，太 OP 了。对啊，这些我觉得这些价格其实算中高价格啦，我觉得当然它不可能卖得很便宜，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卖得太便宜。我没有买改装部是什么意思？它这里还可以再改吗？等一下我看一下。隔间二，哎，指挥中心武器。等一下。载具工坊。哦，所以是武器及载具工坊就对了。拥有这款双组合模组就可以捍卫从东岸到西岸。哦。好，我们改这个，它可以随时随地改车啦。对，我觉得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好，我知道了。啊，我的载具已经失窃，又是谁把我的车开走了？超多警察！等一下，哎，我的车子不要给我乱开啊！千万不要再有通气了，天哪！改车！哦。中心可以炸掉，要炸蛮久，真的吗？哦，哎，你看，防雨我们这种要防要改到最满，刹车也是，引擎也是要改到最满。车灯的话，改成最亮的车灯，然后涂装的话，哎，哇塞！我目前只开放加班会哦，我不会开放加好友，好不好？欸，他这种迷彩好帅啊！哪一个迷彩比较好看？后面的全都要解锁才可以。我们先用这种好了，基本迷彩。然后感应式地雷是什么？在房地板进行解锁并，好吧，这可能要解锁喷漆。我们用雾面的，哎，好吧，我们直接用涂装，变速箱用最高，然后涡轮也用一下好了。武器地对空防哦，在地堡进行研究并购买。好，看来我们要去研究那个，所以这台真的是水陆两用吗？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哎，我要下水了。哎，好帅哦，超级帅的！你看这个，哇，好屌哦！哎，这个真的是太帅，真的是太帅。这第一人称是这样子，直接用那种窗口在看，你们哇。好，研究不能挑，是随机，那我知道了。OK， 感谢观众的回答。哇，这个好屌哦！这个太狂了，这个太狂了。
真的有点 OP 这个，这不是有点 OP， 是超级 OP， 正处于那种极度兴奋状态。来，我们去开摩托车，我们去改摩托车，帅哦，帅啊，超帅！你买一个游戏，后面的更新都是不需要收费的。对啊，要研究才有防空飞弹。那是叛乱分子吗？怎么感觉有点不太一样？走，改车，改摩托车。哦，他记忆可以伸出来呢。知道怎么开枪？哦，按右键开枪。等下，这怎么喷射？啊！差点车祸了，差点车祸。这次更新真的不知道怎么讲，这是狂之中之狂啊！改车哦，等下改车往外面一定聚集啊！只能在机动作战中心的武器啊，好麻烦哦！只能在机动作战中心的武器及载具工坊改装此载具。这台车在这里不能改哦。这样怎么办？我们还要回去那个什么、啊？我们还要回去碉堡那边呢，好麻烦哦！各位再跑一趟吧，我们回碉堡。我记得前面有个跳台。哦，这里好像可以。哎、欸，不是，哎呀，哦，摔车，该死了，摔车了，哦，好痛哦 ，shit， 快啦，把车牵起来啦。啊！现在是怎样？来，我们飞一下。呜呼！哎、欸，真的可以飞、欸！哇、哦，好帅哦！真是太狂了！再次！哇、哦，真的超快、欸，这样子真的超快的。刚才牵摩托车扔卡有没有？直接摔倒。GTA 让人七天后回家，真的。哇，哎、欸，这个好帅哦！你看这样飞，哎、欸，这飞太高会不会摔下去，反而自己死掉啊？应该不会吧？啊！哎、欸，真的摔死了！这哎、欸，真的，你看让我七天后回家。你不要乱讲话啦！你看，真的摔死了！天哪、啊！哎、欸，好帅哦，超帅的！真的是，哎、欸，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帅到怎么样的程度了。来护具的话，我觉得应该不需要升级，刹车就要升级了，因为他这台车可是有喷射的。PS 4不能加班会哦，那个 PS 4跟 PC 是不同平台。哎、欸，当掉了，交易进行中，然后就给我当掉。GTA 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欸，哦，有了！天哪，他给我当掉的话，我就那个什么、啊，翻脸给你看。Work of art。我在改车，有人在骚扰我啊！有人在扭腰摆臀。等一下，这是什么？任行整流罩。好，我们改这个。Beautiful。油箱，哎呦，油箱有，哎、欸，油箱变超帅。对啊，我还没试防空拖车，等一下我们来试防空拖车好不好？好，我们等一下来试防空拖车一下。等一下，防空拖车好像它是机枪的，它没有好像没有飞弹，对不对？我记得，可是我在预告片上好像有看到有飞弹的。我在改车，不要扫，不要装出猥亵姿势。我们用，90年代沙盒好了。然后后挡一照，然后喷漆就不用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座椅。好，我们用后面这个平的。Shit, I don't know if I'm scared or turned on. 涡轮。That's you said. 武器，
哎呦，武器有飞弹哦，也是一样进行研究。那我们我研究是自己来就好了。前轮，哎，铝合金，哦，之前铝合金有在免费。看一下哪种轮胎比较好。挡到我了，挡到我了，我这样怎么看？看一下哪种轮胎比较小短尾好了。然后后轮也是用小短尾。哎，后轮没有小短尾吗？有，其他车我们都买了，但是有一些车子还没有试。Should work for stingers too。离开载，哎哎，按错了，按错了，按错，哎，车子倒了啦，是离开作战中心才对吧？会有记录档会留，记录档会留。为什么这台车没有喇叭啊？等等等，这里面只能开这么慢了、啊。好吧，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一台车没改，那个 APC 已经改。我老天啊！一出来就是整个世界大乱，算了哦。外面就是一出来，外面就是在狂杀人，超恐怖的。哦，他按 Ctrl 可以直接飞起来。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啊！不要飞到海里面干！哦哦，好险好险，不要飞到海里。他是要怎么飞啊？有点不太好控制的说。哦，又撞车了。哈哈，今天是怎样撞车日是吗？上啊！用飞的，用飞的。哦，我大概知道要怎么样飞了，会比较好飞啊。这种速度真的很快欸。就不用像开车一样，就只能在地面这样子慢慢的开车了。等一下，我们直接把作战指挥中心开到我们的那个公寓旁边好了，那个快。公寓，我来了。好，我们的作战中心就停这样，然后我们再去把其他车开出来改。卡车可以开炮，但是是要在 要在那个什么、啊、后面的人才可以开，驾驶没办法。私人机场我觉得应该不太也说不定有可能啊，说你要看阿星会不会出啊。为什么还有人可以开我的作战中心啊？哦、oh ，
有人的车子已经用成飞弹车了。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改车，我先改车。有人已经用成飞弹车了。嗨，吼，帅欸，装甲板。哦，我们装个装甲好了。然后刹车不需要，引擎改到最大，喇叭不需要，车灯要。然后涂装，涂装的话应该是用，哎呦，这好恶，好恶哦。用哪一种比较好啊？用这种好了。感应式地雷没办法喷漆，算了。涡轮的话应该不需要啦，这台武器啊，这个要解锁车窗。好，离开。哎呀，如果卡车前面是尖头的话就好玩了。哎，这台，这个我要试飞弹，我要试飞弹，哇，没办法，这是他的个人载具。就只好我自己去解锁了。Hello， 那个我要开到我的车库里面，我要开到我的车库里面。你俩这边好乱哦。那个谁的车可以移一下吗？天哪，天哪！那台车子可以移一下，挡住了，挡住了！不要开音乐，会有版权。不要开音乐，会有版权。好，现在换改。我还有两台车要改，我们先改这台好了。等下还有帕坦要改，坦帕。飞弹车，他说要用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东西啊？研究那个要在公开战局才可以，所以我可能要自己去公开战局去解锁了。刹车，车体是这两个是有差吗？不要在我面前那个好，我们用这个，然后引擎的话，车灯，然后涂装用，看内装，这个怎么这不能看哦？第一人称嘛，第一人称是这样子啦，然后它旁边有机枪。我们先看涂装好了，这个好看欸，三色轮廓。然后感应式地雷要研究，喷漆的话不用，然后悬吊系统、变速箱、涡轮、武器，这个也是要研究。车轮类型，我用越野车好了。用哪一种？这个好像比较好看。对啊，那个要研究它有飞弹，我那个到时候再自己去用就好了。轮胎款式用客制化，然后防弹轮胎。好，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出去又超乱哦。直升机掉下来是怎样？我要用那个特殊能力了，那个贿赂当局，我老天哪！不然的话，我一直被通缉。剩一台车要改了。好，继续。直播到几点？应该差不多了吧？
就车子还有什么？车子还有地碉堡，还有什么东西？还有那个一些新的车子啊，大概是这样子。轻型、中型，现在也只能用中型啊，我们先用中型好了。刹车改一下好了，然后引擎也用到最大。引擎盖，哦，帅爆了！这个用这个好了，这个喇叭不需要，车灯要。那台中心我觉得应该，如果你不让它移动的话，应该还蛮稳的，它可以稳稳的待在那边。除非有人去把你的中心炸爆了，应该是。悬吊系统不需要改，变速箱改一下。涡轮不需要，武器哎、欸，好，没意外这些都要研究才可以。车轮类型，车轮类型的话，我们用，这好像有点不太适合。美式肌肉车，我们美式肌肉车好了，看一下哪种，这个好像比较不错。Looking damn fine。然后轮胎款式防弹轮胎就好了。Stopping for no one. OK， 这样差不多。睡觉的话就先睡吧。哎呀，又被通缉了。这个只能驾驶控制哦，所以这个不能。哎、欸，为什么？哦，那个可以直接……哦，我知道感应式地雷是什么了。我知道感应式地雷是什么，它可以直接放地雷在路上。哎、欸，这边是操控飞弹的地方吗？哎呦，哇塞！哦，这个它只能选一个地对空。等下，这是无限的吗？我靠！哎、欸，这个以后九头蛇要怎么样？这个以后九头蛇要怎么生存啊？你看看这个，这个九头蛇以后要怎么生存？我很好奇。天哪、啊，这个飞弹连发的，以后九头蛇应该活不了了吧？对不对？Hello， 安安管理员 ，Hello， 超帅的，这个这样以后九头蛇不用再嚣张了，这个九头蛇吃屎啊，太 OP 了，太 OP 了。等一下，在哪里？卡车旁边是吗？等一下，我去找一下。今天到几点应该差不多了，因为剩下都是研究而已。哦，原来是这里哦，该死的！啊，这个要怎么样进来偷啊？这个是不是要开一辆货车才可以出去？那个把车子拖，这个防空炮拖出去啊？好，我们去开一辆货车来好了。啊！这台车怎么没有钩子？好烂哦！我们真的要搞一台有钩子的车才能吗 ？Fuck！ 好，我知道意思了。想说奇怪，怎么可能还要再买一台车？自己去买一台车？原来是叫那个防空拖车去。哦，该死的！你看 NPC 看不下去都把我撞飞。Why, hello, how you doing? How can I help? So you don't want to get in serious trouble, huh? Okay, leave it with me. Hey, 不能这样啊！我那个第一次更新，我要搞清楚它是怎么运作的啊！我以为是要去用那个新的车子才可以那个。
该不是打给莱斯特了吗？Hello, what can I do for you? Call back when your brain has started working. 为什么我不能上来？我应该要调成就才对啊。载具方会。欸，这好帅哦！我要先摆脱警察，不然真的不能好好的玩。警察很烦，谁的网络在累哥啊？好了，来看一下这个防空的姿势。这个根本就是二战的那个吧，防空车，二战的防空车也是这种几枪，好帅，一模一样，完全一模一样。我要去叫 APC 过来，我要去用那个水陆两用，等一下。对，那跟战争雷霆根本就一模一样。我要叫那个 APC 过来。I'm on the clock. What you want? Some wheels? I'll bring it by. 哦，这里可以叫过来哦，不错不错不错。它放在哪里？好，放过来了。哈哈，LSPDF 来了。等一下，我们还要试那个异光弹诶。嘿，人家水陆两用，哈哈，你不能到海上来了哦，要开水陆两用啊。我们来试一下异光弹好不好？我们的新枪，最后的异光弹。哎，为什么你要把你的防空车打爆？有啦，异光弹是有差啦，它就是亮亮的嘛，对不对？它的第一人称好像其实也没什么差别。哎，那还有哪一把有？改过看哦，小枪有啦，对啦，异光弹虽然没有很亮，但是稍微有亮一点点。啊，没子弹了！哦，异光弹就是这样子嘛，那我大概知道了，我要先。买一下弹药。为什么我不能无法？等下，有人知道为什么他的子弹不能弄全满吗？弹药，然后那个嘞，步枪，高阶步枪，全满，我无法拥有更多高阶步枪。不要跟我讲他的子弹只能带这样子，太少了吧？啊！
打完就没了。拜拜拜拜。太扯了吧！打完就子弹就没了哦。好吧，我再回去研究看看，他到车上买子弹怎么出来的？哦，你要到作战中心上面改子弹啊？换那个买子弹啊？这么麻烦哦？那我还宁愿改成原版的。他还要到作战中心上面买子弹哦，这样有点不太好。可惜他的车子那么，他的枪那么好。那警察酷酷临死精神。我们开到那个什么远一点的地方看看，不知道开到最远的地方会怎样。拜拜拜拜拜拜，很多人要去睡觉了哦。那个要睡觉就早点睡了。检举人会怎样？如果你乱检举的话，是反而是自己会遭殃哎。除非你有证据说人家开挂，不然你自己乱检举别人，反而是你自己遭殃。因为海浪太大了，开慢一点。哎、欸，这个会一直潜下去，这样真的 OK 吗？这个我们看可以开多远好不好？这引擎会不会坏掉啊？他一直在那边载浮载沉，他整台车都沉到海里。拜拜拜拜，晚安晚安。哦，太 OP 了这个。好啦，我们今天把那个什么，我们今天把载具都买过了，然后地下碉堡也买了，很多东西都买了，剩下就是我自己去解那个研究，对不对？好，那今天的实况可能就差不多到这边要结束了。这个好像不用收轮子哎，对，这个没有收轮子，这个不用收轮子，那这个就直接当这个开的。GTA 线上模式真的会变得很疯狂。好，我们今天实况差不多到这边了，好不好？我们先上岸，我们就结束。好啦，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好不好？我们先上岸，我们再结束实况。然后感谢各位的参与，虽然很乱，不过那个还可以接受啦，不要太乱就好了，好不好？听说要出航空母舰，我觉得说不定真的有可能会出航母。拜拜拜拜，晚安晚安，我们上岸之后就要结束实况了，好不好？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边结束，拜拜拜拜。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好不好？还有感谢各位的参与，那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哦。有钱就是爽，对。OK， 那我们就在这边结束直播，大家晚安，拜拜。